个裴洛西昨天来台之后啊，那这个好像对台湾的影响蛮大的。那有些人担心说，今天军演可能会造成一些冲突，会被担心。哦，那我想也要特别呼吁，哦，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在小英总统的领导之下，大家心头爱聊好听，不要自乱阵脚。我们后面一点好不好？我们后面一点，后面一点。我们等一下大家早，大家早，大家早。蒋万安被问到说会不会担心年底选战，民党使出抗中保台，那他讲说，防疫选举一直期待，到现在港澳的条例还是躺在立法院。这些都有一点扯远的了哈。那抗中保台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精神嘛哈，我们要跟理念相近的国家做朋友，好，那当然跟理念不相近的，我们就要敬而远之。好，那保护台湾是我们天经地义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对于这样的事情哈，我倒觉得比较简单。以前我常常讲，好，不管是候选人或一般的选举人，好，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呼吁大家做自己灵魂的主人，做对的事情。那个裴洛西昨天来台之后啊，那这个好像对台湾的影响蛮大的。那有些人担心说，今天军演可能会造成一些冲突，会被担心。哦，那我想也要特别呼吁，哦，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在小英总统的领导之下，大家心头爱聊好听，不要自乱阵脚。